马上圣诞节了，乐高城怎么可以少了冬季系列？看到最后会有圣诞老人来送礼物。先来参观我的冬季小镇吧，可以看到现在在售的冬季三件套摆在一起非常漂亮，马上就有圣诞的感觉了。评论区留言告诉他你最想在圣诞节收到哪一套乐高。今天给大家开箱这套乐高10293圣诞老人驾到，也是最新款的圣诞冬季系列产品。圣诞老人已经来到你们家的烟囱上了，房子外观用了蓝色墙面和白色屋顶，悬挂圣诞冬青花环，装点雪后屋顶，还可以点亮圣诞树。房屋室内也是细节满满，墙壁上挂着一家三口的合照，他们正在共享节日晚餐，美食都来自这个厨房。楼上是宝宝的卧室，正期待他的圣诞礼物。重头戏，圣诞老人来了，可以从烟囱直接滑入房间，特别好玩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